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进入这个《弟子规》最后一个单元余力学文谈到学习的理念、态度、方法。其实我们当老师教导孩子如何很好的学习。那首先我们自己也要很好的来深入这些道理我们自己学得好，我们就能给学生现身说法了。像我们上一次提到的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方读此，勿慕彼；此谓中，彼谓起。这里面很重要的呢，要专注。那专注当然是读书的时候要专注，平常做事的时候要不要专注？走路的时候要不要专注？吃饭的时候也要专注。专注心才能够定。心不定就好像我们听听课、听经，心不定很难领悟到什么。心很安定，听一段，有一段的悟处，而且心定是不会出差错。心不定很可能会出现身体上的伤害，或者事情上的偏差了。所以这里提到了心、眼、口、信皆要信就是要实实在在就是这个心要安在当下，眼睛要专注看文字，然后这个口呢，也是念得字句分明，那这个读书是如此，念佛也是要如此包含读经亦如是。那我们检查检查看看，我们念佛的时候、读经的时候能不能专注？那当然，平常能专注这个时候也比较能专注。所以道在平常中平常就是修道了，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不能是要读经的时候，要念佛的时候才提醒自己，心不能散乱，通通收回来。那这个就很难一下子收回来了。那我们在念佛读经的过程中会出现哪些问题？师父领进门修行要靠个人呢。比方这个夏林居老居士教我们怎么念佛，其实也是教怎么读经因为都是要专注
不念过去，不念未来，专念现前一句。哎，这个心境，哎，我们检查检查，我们在念佛读经的时候啊，很容易冒起过去的事情，那代表这些事啊，常常在心里面萦绕。哦，所以老和尚常说"看得破，放得下"啊，看破是明理啊。为什么很多事啊，还一直挂在心上？就没有看开，还有点耿耿于怀，啊，还有点懊恼，这些心态，过去心不可得，啊，这个是《金刚经》的教导，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哦，你看念佛的时候，有时候刚刚遇到一件事了，结果又到了念佛时间了，结果念的时候一直在想那一件事，你现在面对的是，念着念着呢，担心未来的事了，所以要专注的话，要不念过去，不念未来。专念现前一句了。那佛有说啊，在世上不离因果两个字，所以能够深信因果啊，很多事就比较看得开，放得下。啊，诸位仁者啊，大家信因果吗？啊，信因果啊。不能是嘴上讲而已了，我们得检查检查了，我们有没有怨天尤人，有没有还对谁不满？那这个还是不够信因果了，不过，假如深信因果了，被人家骂不止不会难过了，这个债还完了。无债一身轻啊，不是坏事情了。哎，学佛啊，真的用佛经思维啊，可以过上事事是好事的日子了。人人是好人啊，因为我们是善财童子的心态了，只有我一个人是学生，其他的都是老师，都是来成就自己的了。哦，那就人人是好人了，跟人不对立了，心平气和啊。哦，所以讲话要心平气和才能讲话。哦，所以老师没有心平气和上了讲座哦，可能一下子情绪上来骂人哦。哦，所以我们说，不能带着情绪进教室，不能带着情绪回家，其实啊，不要带着情绪跟自己过不去啊，要先自爱啊，才能爱人呢，把情绪放在心上啊。这个情绪啊，会让心波动啊，这有点嗔呢，心情不好了，嗔会把功德烧掉，所以心上不能放不高兴的事啊，心上要放阿弥陀佛，我们有没有曾经说别人好日子不过？其实我们要反思了，我们自己啊，也不要好日子不过。
好。哦，那我们能深信因果了。啊，过去的事啊，就能释怀。未来的事啊，就不担忧了。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预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啊，我们今天要把不能专注的因素放下。哎，挂碍过去放下，挂碍未来要放下。哎，现在呢？现在呢？也是遇到事啊，我们说用心如镜啊，遇到事，哎，面对它，哎，心很冷静的分析好因缘，客观的看待这个事，哦，哎，客观看待自己，客观看待别人，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这个事能不能答应啊？自己衡量自己的状况，度得量力哎，包含了，哎，现在整个客观条件呢，具不具足？审视形势啊，因缘呢、啊？哎，因缘不错哦，还要责人，你跟谁配合？谁去负责？哦，你看这些经典。就是智慧啊，我们遇到的事，我们用相应的经典智慧去思维，思维清楚了该怎么做，怎么去做，不要又是性格里面啊犹豫不决啊，举棋不定啊，在那里作用，啊，这样就比啊处理完就处理完了，啊，哎，一进念佛堂，哎，佛号还是很容易提起来。啊，不会被过去、现在、未来的事啊干扰。哦，另外，觉明妙行菩萨有说啊，哦，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是念佛的要法这个根呢、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教导相应，都摄六根，不怀疑，不夹杂，我们看念佛一声接一声呢，啊，有个念头进来了就夹杂了，你的心，你的意根呢又在想这个事情了，我们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净念相继就是不间断的。哦，那这里面呢，耳根就很重要了，摄耳谛听。我们这个地球人啊，在扩大娑婆界的人呢，耳根最利。啊，在楞严会上，25大菩萨把他们修学的法门，他们怎么证圆通的，都说出来了。最后请文殊菩萨选，哎，哪一个法门呢，最适合这个时代的人，这个地方的人，娑婆界的人。文殊菩萨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我们自己观察一下啊，眼睛可以看到前面、左右两边，能完全看清楚吗？哦，后面呢，根本看不到了。耳朵呢，耳听八方。再来，隔墙都有耳，所以这个耳朵厉害了，而且我们专注听的时候啊，哎，其他五根呢，容易
收摄回来。哦，所以这里心眼口啊，还有耳也要专注听，哎，就容易摄心呢。摄心才是戒，摄心为戒。因戒得定，因定才能发慧了。好，那我们想一想，念佛的时候不能间断，不念佛的时候，那功夫会不会断？那我们有可能一天都在念佛吗？哦，那这个不间断，我们上一次提到了，像《华严经》说的，用功像转睡取火，那你要钻木取火啊，你不能钻一下好酸呢，停一下，钻一下好酸呢，停一下。就像下面说的，你要宽为限，久用功啊，功夫到智色通啊。这个假如用佛门用功的话，功夫到了，就是你戒定功夫到了，你智慧就开了。可是你不能停下来啊，你不能间断呢，不然功夫就退回去了。哦，所以我们为什么感觉好像提升不了自己的境界？哎，可能呢，跟这个专注有关，可能呢，跟间断有关呢。我们总要找出原因出来，才能改善呢。那老法师在讲十善业道经的时候，讲到末后37道品，这个五根五力五根是信静念定慧，有讲到念根，于正住道意念不忘。意念不忘哎，没有间断哦。可是是正住道。老和尚有讲了，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呢，一定有正修，有助修。哎，净土中正修就如弥陀经上所说的，执持名号。大势至菩萨讲的，净念相继，这是我们的正修。260时中决定不忘记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而助修呢，则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正助双修。哎，古来祖师大德也有一种说法，祖师有这个说法哈，正修是执持名号，助修还是执持名号，哎，这个说法也没有错，但是我们初学的人很容易把它解错什么原因呢？哎，果然是一句佛号念到底那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了。这个是正住都圆满了。如果到不了这个功夫，正修是念佛，助修也是念佛，理上讲得通啊。可是达不到这个功夫呢，那正住的界限还是很清楚。
啊，正柱还没有办法融合成一体。啊，只有到达完全没有杂念的时候啊，这个正柱啊是一体的。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不然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我们一听一个祖师的说法，产生自己的这个法执了，产生自己不妥当的一种认知了。啊，听了祖师啊这么说话，我们就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断恶修善了，就可以置之不理了。啊，不断恶修善呢，啊，妄想习气啊，还是会现前，啊，没有办法，一句佛号一整天都没有断呐，许多帮助别人的事情啊，不愿意做，哎，有的念佛啊，念念念变得比较冷漠了，啊，不主动帮助人了。啊，我一句佛号念到底呀！啊，我正修也是念佛，助修也是念佛。哎，但是看不慈悲了。大家注意啊，我们所有的修行就是修这一颗心呢。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一有，一切都有；一个没有。其他四个都没有，因为五心就是一个真心嘛，它只是展现出来不同的相度啊，让我们去体会真心嘛。有人说：“哎呀，我念佛越来越清净了，哎，结果他越来越不愿意帮助人了。”哦，那他这个清净，我看是贪清净，不是真清净了。哦，在正住真正融汇成一体了，恶断尽了，不可能有恶念起现行。哦，那是正住融成一体了。善修不修啊？善决定要修。你看，释迦牟尼佛如果不修善，何必在这个世间来示现？何必49年？这样辛辛苦苦为众生讲经说法，那就没有必要了。哦，所以讲经说法是度众生，这是修善。所以由此可知啊，功德到圆满的时候，断恶修善依旧没有舍掉啊。啊、哦，如来果地上尚且不舍，我们在因地上就舍掉了，这怎么行？怎么能成就？所以同修们决定要记住啊，恶一定要断，从心理上去断，让恶念不生，恶的行为自然就没有了。啊，要在这下功夫。啊，善决定要修。啊，佛教我们随缘，这个好。啊，随缘就是我们遇到机缘就要做，遇不到不必去找着做，遇不到自己去找着做，这叫攀缘。哦，你看讲话，老和尚讲得很详细哈，啊，不然。又听说，哎，正住还是很分明的啊，要断恶修善啊、哦。同修一听，明天冲啊冲啊啊、哦、啊，去找事来断恶修善了啊、哦！不要攀缘。说实在的，你还出去呀、啊？家里好多断恶修善的机会啊。哦，所以印祖讲敦伦敬分呐、啊。啊，最近啊，刚好讲四书啊，跟同学们交流啊。
孔子有一句教诲啊，“博学于文”，啊，这个叫解呀，啊，我们学经典经教，博学于文呢，可是要约之以礼呀，你要去行啊，要落实在礼节上，一言一行上。啊，所以博学于文呢是解呀，约之以礼是行啊，要解行相应啊，亦可以服判以服啊，这么去学呢，才不会学偏掉了。那个判就是偏了。老和尚说了，你学佛啊，家庭反而不和谐啊，你学错了。哦，我发现哦，我们一些同修啊，一开口老和尚的经教啊，滔滔不绝，佛法的义理啊，你让他讲3个小时啊，他不用逗点，也不用停。可是你进一步了解他夫妻相处的不和，可是他的理可以讲得这么口若悬河啊！你说他理懂得多不多？他执理背了事了。哎，约之以礼耶，你要行这个礼教啊！礼教在哪？在五伦关系里面呢、啊。哦，一个当儿子的人，冬温夏静，冬则温，夏则静啊！啊、哦，早上起来。爸爸妈妈有休息了好吗？晨则省啊，昏则定啊，这个礼行于父子矣啊。我们当儿子的有我们要行的礼呀、啊。夫妻之间有没有礼呀、啊？有啊，互相尊重啊。啊，古代举案齐眉啊。啊，你们一听啊。太夸张了吧！啊、哦，哇，这样多累啊！啊、哦，大家注意一个重点啊、哦，家里人是同一个房子，夫妻呢，同一个房间哦，最近最亲密。啊，假如你没有礼呀、啊，没有。恭敬对方的心呢、啊？每天住在一起，太多叮叮当当的事情了，啊，一点小事啊都可以冷战一天，你可能就，哎，就一个生活的细节，你没有尊重到对方了，哦，所以古人那么做啊，这个还是有古人的道理呀、啊。所以啊，诸位同修啊，老和尚为什么一直叫我们扎三根呢、啊？我们得体会深刻啊，不然呢，我们在扎根的时候，可能心里又冒出来了，老和尚都说要扎根，到底要扎多久啊？啊、哦，没有知道它的重要性啊，啊、哦，被老和尚推呀、啊、推呀、啊，有时候也心不甘情不愿呐、啊。真正认知到了，不扎根不行啊！道理懂那么多，家里的事都处理不了啊，烦恼越来越多啊！啊，一谈起大乘佛法，唯心所现，唯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哎，但是家里的事，哎呀，哦，哎呀，奇怪了。我对外面的人都不会发脾气，怎么对家里的人都会发啊？啊，自己还搞不清楚为什么。自己看自己的心念呢，看得太粗了。好，心怎么变细呀？
多照顾爸爸妈妈，心就变细了。百善孝为先呐、啊，好多心地功夫啊，都是在行孝当中啊，哎，提升起来我们看汉传的佛法都是大乘。啊，用净业三福来讲啊，叫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哦，啊，没有第一福，没有第二福，直接第三福。你看会学成什么样子？啊，一楼不盖，二楼不盖，我偏直接盖三楼。啊，我记得看过一个佛典故事啊。有一个人一楼二楼都不要，他就要盖三楼啊，结果爬着柱子上去的啊，结果一进去啊，累死了啊，然后他看他长得又胖胖的啊，所以一下子房子开始晃了，就倒下来了。哦，所以不能只礼呀，废了事了。这五伦都属于礼呀。哦，尤其儒家又特别提醒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啊，我们也都有听到啊，上课的老师，义理懂了很多。好，那同修听了他的课，私底下跟他相处，刚好他家里人来了，跟家里人讲话，火药味很重。都很不协调。哦，那你说看到的同修啊，会不会影响他的信心呢？所以看起来好像，我们现在讲课啊，有些人听了，有收获。可是也要考虑流弊呀，我们自己修身齐家功夫不下，慢慢，人家。更了解我们自己的状况跟家庭，这个信心就会受很大的影响。而我们冷静想想，一个人不肯下功夫在修身齐家，他的理会不会讲得太高了？他在讲的时候，会不会有慢心在讲？因为一个人在修身齐家下过功夫的话，他知道不容易啊。他讲义理的时候啊，他会谦退啊，他不会展现那种慢性出来。我们要了解哦，我们在听老汉讲经的时候，也受到他整个涵养的熏陶哦。哦，来看老人家很谦退，诸位同学，大家好，大家一起来学习，提到一些修学的问题，我们呢修学不得力呀，我们可不能，你看你们修学都不得力，这样。的口气呀，自己真的这些习气都调补了吗？不然那口气都慢性都起来了。其实我们现在哪怕是在教小学啊，就像我们现在一起在交流这个余力学文我们在提醒小朋友要专注一点啊，甚至于。忍不住脾气，还拿书敲他，专注一点。
这个首先不要拿东西敲学生啊。可是我们问问自己啊，我们自己很专注吗？李炳南老师说啊，他们呢，以前读书啊，几行经文呢，几行经文，做一天呢，就一天都一直重复读那几行，哦，那个心啊都能够定下来。这个为学第一功夫啊，要降得浮躁之气，定下来。好，那这个都要自己检查。这个不能只理非的事，也不能直视非的理。我们做事当中啊，都要时时提醒自己，用经典来思维、来说、来做。而且这个“但力行不学文”呢，哎，做事啊，但是这个不学文呢，不是没有听经哦。不只是这样哦，我也看到同修是什么情况啊？他听了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然后他说：“我已经听很多了，我不用再听了。”这又是一个问题哦。哎，真正听进去的人啊，会越来越重视听经哦。他听啊听啊，听了二十几年，觉得我已经听很多了，不用再听了。那他听到皮毛了，他听没有深入了。可是他一不听，这不学文呢，他去做事啊，都是顺着自己本来的习惯去做的。学佛以前的那些习惯呢，那就会论己见了，昧理真了。所以听经也不能断哦。哦，古人可以撑三天呢，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哦，我自己衡量衡量啊，我只要有空，马上把老和尚的经啊要打开来了，保持我的正念呢，不然我怕我又胡思乱想了。哦。哦，而且都是在睡梦中，啊，这啊，在老和尚的教诲中，去梦见周公啊，哦，因为抓时间听啊，啊，听听听，哦，睡着了，好，好，那刚刚提到的，我们正住双修哈。可是呢，你遇不到啊，不要自己去找，这便攀缘。啊，这是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啊，断恶修善的念头啊，永远不断。好，所以遇到机缘，你才肯认真努力去做，毫无疑惑啊的去做。好，所以老和尚进一步说了。净土中，这个正道啊，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念阿弥陀佛。助道，这个是积功累德。那我们抓住纲领，五个行门，三福六合，三学六度，五行十愿，这个都可以好好去做。那正住双修啊，这个功夫就没有间断了。好，不然我们一不念佛，一做事，哎，
没有断恶修善积功累的功夫又断了。哦，所以老和尚有一段开示非常精彩，就是念佛这个念精心，心上真有佛。你用真心，那你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啊，你用真心跟人家讲话是积功累的，你用真心就是功德了。啊，你去用真心去应酬也是功德，心上真有佛啊。叫念佛，哦，所以这个专注，然后功夫不要间断了，这一点我们自己要关照，啊，要在这里下功夫，哦，所以老和尚建议的，啊，你没事了，佛号都要提起来，有事要办呢，真诚的去办。佛号可以放下，但是用真心去做。哎，啊，这个承德呢，在22年前呢，就是听到老和尚一片光碟，叫5年做真菩萨。啊，老和尚当时说啊，我们学习呀。8个小时听经，8个小时念佛，啊，谁愿意来？我们上下铺都欢迎啊！哦，我当时听了很激动啊，我辞掉工作就冲过去了啊！哎，8个小时听经是解，8个小时念佛是行啊！哇，你一天16个小时，除了睡觉以外，功夫尽量都不间断呢，你看多好啊！结果去了，因缘不是很成熟啊。不过我还是想着自己可以8小时听经，8小时念佛。哎，可是呢，不要挑境界啊，机缘还没成熟啊，不能勉强。哎，结果就开始从海口啊推展。传统文化啊，这么一走了21年，过去了，哦，而且呢，越来越忙，哦，工作不少啊，嗯，后来就体会到了，啊，虽然有工作哎，但是呢，这个行中要有解。行中有解啊，我们在做事情是去力行啊，可是我们都是用经典在思维去处理事情，自己在思维的时候就是在熏习了，哎，不能着在8个小时熏习呀，啊，哦，就是这坐在那听经才叫熏习了，每一次思维都是在熏自己的阿赖耶识啊。你包含开会，开会也是熏习啊，哦，大家都是用经教来谈事情，哇，那开会会开出智慧来哦。你开会不用经典，会越开越误会哦，甚至开成批斗大会都有可能哦。哎，我们。放下执着，既然因缘现在这些缘不是自己攀缘的，该承担的事情，那就承担喽。啊，我们总不能看到老和尚的心血慢慢白费掉虽然行的时间多，行中要有解。啊，突然有20分钟、30分钟可以听经了，哇，很珍惜呀。解中有行，哦，听的过程当中啊，
就有一些领会了。哎，这些理很容易啊，就跟最近发生的事，哎，很自然连接起来，不是你刻意去想的。哎，这个理智啊，就越来越交融在一起了。啊，所以心能安住。哦，不要很遗憾。哎呀，我这么想听经念佛，怎么都不给我听经念佛？哦，你放下了你可能有的执着，安住当下，解行相应了，哎，都会很有收获。哦，而且你会觉得这个佛法越练可以越熟练，越得力。你不练哦，佛法是佛法，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还是恶？越练呢，才能入不恶法门。就像常跟大家提到的，菩萨是的，要练呢，随缘妙用啊。刚刚我们说了，没有一件事是坏事啊。你用觉悟去看呢，没有一件事是坏事。啊，今天去检查了，心脏有心脏病哦，好事还是坏事啊？提醒我们了，饮食、睡眠、作息有问题啦，怎么是坏事呢？是我们心里产生了好坏了，这个念头在障碍我们了，不然事情本身呢？都是来成就我们的，哪有坏事啊？随缘妙用，有自受用，有他受用。你看刘树云老师得了红斑性狼疮，是他的缘啊，他也妙用啊。为什么他能妙？他相信念佛啊，他就开始念阿弥陀佛了。哎，病好了，自受用。啊，大众一看，哎呦！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比癌症还容易致命的红斑性狼疮都念好了，对生病的人给他信心，他受用。当然，没生病的人听了这个事例，也对佛号信心啊增长了。真的没有坏事啊，我们觉悟去面对事。啊，我们用善财童子的心态去面对事，真的没有坏事情。哎，那一天刚好啊，有不少老人啊，因为这个礼拜三啊，承德有分享这个老和尚48愿讲记呀。白天一般有家庭责任的人都去工作了嘛。哦，所以来老人比较多啊，我跟他们说，你看，检查出来糖尿病了，不是坏事啊，提醒你啊，哦，哪怕医生告诉你，你只剩2个月的寿命，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呀，2个月之后就可以见阿弥陀佛了，哦，结果这个老人家。这个听完之后，他说我对这个印象很深啊，他产生什么？他不会怕死了，哎，好，哦，那佛法最可贵的，可以圆解圆修。你看老和尚的开解就是圆解，让我们学起来很圆融、很活泼、很世事无碍，这个才是大乘佛法啊！哦，不能听了一些道理，好像自己好像很放不开，好像觉得这样做好像也不对，那样做好像也不对。
哎，老和尚学华严的哦，世事无碍呀、啊。我们假如学的不往这个方向走啊，可能对老和尚的教诲，自己理解可能有偏的。那这个。我们看这个下一句啊，心有疑，随杂技，救人问，求却意。这个我们学习呀、啊，哎，产生疑惑了啊，随杂这个杂呢，啊，是比较短薄啊的木简啊，以前是用。这个木简呢、啊，然后毛笔字写上去啊，然后才成书册啊，所以这个是古代都是啊用这个短薄的木简那当然啊，现在讲给小朋友听了啊，现在没有用木简了，哎，现在呢，哎，用。小纸片，哎，心中有疑惑啊，哎，记下来。这个疑惑记下来啊，哎，要懂得去思维，啊，学而不思啊，则罔。啊，我们学了很多呢，都没有去思考。这样会没什么收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去感受感受啊？比方听了2个小时的课，哎，你也没有去思考啊，可能这2个小时听的东西呀，2、3天就全忘光了。哦，所以一般啊，假如刚好有到摄影棚听课啊，听完陈德都会啊，找大家啊做一下。哎，刚刚听的课啊，大家有没有疑问？哦，你听了疑问呢，你不马上问呢，可能这个疑问就放在那里了。哎，听的过程呢？有没有体会特别深的？这个就是你学的时候有思维啊，你就会有收获了。哦，所以记下来，哎，哪怕还不能贯通，还有疑啊，哎，用自己曾经学过的这些义理啊。去想一想，去思维思维，有可能就想通了。假如真的还是没想通啊，哎，那可以请教。比方说上网在 Google 打相关字啊，打净空老和尚，哎，可能相应的这个老和尚的开解就出来了。可是因为你自己有很用心去思维，可能一看老和尚，你就会终身难忘，因为你思维很久了。哎，突然老和尚一开解那个临门一脚就给你踢进去了。可是你都不思维啊，然后每一次有问题，就问人，问完哦哦哦，好，有问题又问人，哦哦哦。都不思维了，这样变成什么？就依赖别人。你有问题问一下，问一下，体会的都不深所以学习也不能太懒惰啊，自己都要多下一些功夫啊。也包含我们学讲经，学上。学讲课哦，我们都要去体会，
哎，老和尚，他为什么讲这个故事？他的考虑在哪？内行人看门道啊。为什么老和尚一讲到念佛，都是讲锅烙酱？因为现在的人呢，这样的方式比较适合啊。老和尚有没有一讲念佛，好，7天不要睡觉，精进佛七？你看有人一冲动了，就好，几天不睡觉啊，我们拼了，拿到往生的把握啊！别开玩笑啊，要关机呀。我们要看老和尚讲经当中的关机呀，你就能用在你自己教室给孩子上课上面了。李炳南老师当时候啊，曾经办过精进佛七呀，不睡觉的，人的根性啊，没有那么利了。结果李老那个时候一办呢，有一个人精神上出了一点情况。当然，李老他智慧很高啊，慢慢慢慢恢复正常了，以后不敢办这样的精进佛七了。众生的根性不到那里了，好。啊，我这个刚好上个礼拜啊，跟一些我们晋中学会第一线的老师啊，有3天的交流我一年才见他们一遍呢，结果我说诸位老师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没有一个人讲话我说诸位老师，兄友谊，谁杂技呀？大家要上这个课呢？我问他们说，你家里跟工作上的问题啊，你都解决了都没有问题所以都要这些习惯呢，都要养成啊。比方说，拿个小本子啊，一有疑问呢，记下来，然后可以向 Google 啊，其实是向老和尚学习的或者请教学有专精的人啊，他这方面比较强，你都可以请教。文道有先后啊，术业有专攻。而且我觉得这小本子还要可以帮忙落实一句叫“凡出言，信为先”。你看现在你所接触到的这种事啊，讯息量那么大，你只要不马上记下来啊，待会刚好又有一件事把你的注意力引过去了。你刚刚答应别人的事，可能就忘了。这样就对别人很不好意思了。假如答应那件事又很重要那可能会影响信誉哦。所以还是要有配套措施来落实这些金句好，那这个心有余随杂技呀。我们再延伸谈一下呢，这个心有余的时候都要养成一个习惯，搞不清楚要请教别人。假如是处理事情有余一定要去了解。假如又是主事的人那要查个水落石出比方说你团体里有人在搬弄是非，
你还打迷糊仗，那这个团体就没有正气了，甚至也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所以老和尚也说了，我这一生遇到一个明白人，韩馆长，我跟他相处30年，有没有谣言？多的是。他听了这些谣言怎样？他来问我，有人造我的谣言，他来问我，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这是一个聪明人，这不是一个糊涂人。糊涂人听信谣言，不往来，很轻易的就离开了。古人说：“谗言慎莫听啊，听之祸殃结啊。”一听了，上下级君臣关系有变化了，父子关系、夫妻关系都受影响。所以“谗言慎莫听啊，听之祸殃结啊。”舌上有龙泉呢。杀人不见血呀、啊，龙泉是剑呐、龙泉剑呐、所以能不听谣言呢，不简单哦。你看孔子在《论语》里面说啊，敬论之政，夫受之术，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啊！敬论之政，夫受之术。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你看比喻那个谣言呢、这个大家看，比方说那个衣服啊，稍微沾了一点水啊，哇，你看它马上就顺着那个衣服一直上来了。那谗言就是这样啊，顺势爬上去了。夫受之术，你这个皮肤上面呢，没什么东西呀。其实啊，你一天下来，这上面的灰尘一直在增加了。你自己去洗澡的时候一搓，哎呦，怎么这么多啊？都看不出来，那一搓好多啊！就是那个谗言，一点一点一点影响，自己不知道了。不受谗言呢，就是明白，而且是啊，看得很远的人。所以听信了。不来往了，分离了。到后来搞清楚以后，后悔莫及呀！这种大有人在呀！所以这个心有疑呀，要去确认清楚，不然呢，很可能就被谗言所害。而且我们要了解啊，我们现在带领团体呀，也都要懂得为政之道。这个政是管理众人之事，都算政。所以。当领导啊，也要做专业培训呢，不能是人家选我们没办法，我就当干部吧，当理事吧。你有这个名字哦，你就要管那个事哦。你有那个名，不管那个事啊，你要负因果责任哦。我们这个团体，你是
董事会，你不能不管事啊！你那个重要的决策，假如用错人，这因果要背呢。你好心不能干的坏事啊！所以老和尚强调了，我们做护法要学群书治要啊，知人善任，怎么知人？要学《论语》说的"知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受哉？人焉受哉？”那个就是看人，你不能看一个点，你也不能看一条线，你要全面去看，还要看深度，才能把人看清楚。哎，有时候看一个人呢，不是1个月、2个月嘞。哦，有时候你认识这个人2、3年了，你还不见得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了。那看人真的是一门学问哦。但是群书之要里面这样的教诲很多。好，再来，你要做决策的人啊。你不能只听一个人讲啊！唐玄宗为什么差点亡国？他就听李林甫这个宰相的，他一手遮天呢，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哎呀，我们真的负责团体的事，负责学校的事啊，要读历史啊！以史为鉴呐！啊，我也曾经跟我们汉学院的院长谈到每一个朝代灭亡的原因啊，只要我们不高度谨慎，很可能所有灭亡的原因都会在我们的团体里面出现。不能侥幸哦，大家要知道哦，这些朝代灭亡啊，帝王不是没读书的人哦，这些臣子也不是没读书的人哦，都是饱读经书的人哦，你掉以轻心了。等发现问题的时候啊，有时候积重难返呐，孤臣无力可回天呐。所以问题要及早发现，才能及早处理哦。身体的毛病、人事的问题，都要尽早处理。拖越久，难度越高。我们也处理团体里面，5年、8年的积怨呢，哇，那有时候要处理这个，真的难度比较高。好，当然了，有佛法还是有办法。哎，真正大家都能依照经典，不是依自己的好恶爱憎，来共同面对问题啊，那问题还是慢慢可以迎刃而解。啊，我们处理事情啊，一定要理智，不要动情绪，对事不对人，人家心里才会服。这对人不对事啊，人家都不服了。啊，哦，所以兼听则明啊。偏信则暗，你不能只听一个人的，铁定有问题。好，哦，所以这个心有疑啊，真的有人事问题出现的，我们都要很有耐心啊，低调的去把情况了解清楚。
这也是随缘妙用。啊，那个搬弄是非的人一定要郑重警告，其实也是对他的慈悲，不然他造的业很重啊，他在破和合啊，在弘法团体里破和合，我们还让他这样，那我们不慈悲了。好，我们再看这个下一章啊。房事清，墙壁净，积案结，笔砚正。这个房屋啊，要整理的简单清洁。啊，四周墙壁啊，保持干净。啊，那积案是指书桌了。啊，书桌清洁干净。啊，然后所用的笔和砚台啊，要摆放端正。哦，其实啊，也是一种习惯。啊，我们习惯把东西摆正了，你一看到不正了。哎，你就很自然就把它摆正了。那你所放的东西都正，这样的环境又会回来影响自己，熏陶自己了。哦，我们看老和尚的行仪啊，这有弟子啊，记录下来了。啊，如果有幸啊，看见过师父书房或卧室的人，一定印象深刻。啊，永远是干干净净、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哦，那老和尚的房间是放光的哦，你看进去的人。都受到触动哦，哦，所以房间里有佛光啊，触动人的善根呢、啊。这40年来啊，见到的师父上人呢，永远是衣服端正，这个也是对人的尊重啊。哎，纽必结，袜履切啊，外衣里俱紧切的。啊，永远是积案结，笔砚正。啊，早期师父上人喜欢练写毛笔字，啊，所用的纸啊都是废弃的日历背面，啊，或者写过的纸，啊，或者信封的背后，或者是要丢弃的旧报纸，啊，虽然是废纸啊。但也都剪裁的方方正正，拿来写。卧室书房啊，永远干净整齐，永远让人一接触啊，感觉清爽、清净啊，生欢喜心。哦，那老和尚他说的，他做到了，所以师父讲经中说了。一切万法是我自性变现的物，一切法从心想生嘛。我的自性在哪里？随拈一法。哦，所以这个桌子就是我这个书有没有摆正啊？这个也是我啊。都是我自性变现的物所以无有不是，法法皆是。所以对一切法不敬啊，比方说我们对人啊，你跟人家讲话不客气了，你对人、对事、对物不敬，就是对自己的不敬了。
对自己性德不敬啊。哦，真正觉悟的人，他一定礼敬，真诚的礼敬万事万物，因为都是自己的自性变现的。对人要恭敬，对事要恭敬，事事认真把事情做好。对物要恭敬啊，对桌椅板凳要恭敬，但是不是天天给他磕头，哦，那就错了。啊，把桌椅板凳擦得干干净净，摆得整整齐齐呀，这是对他的恭敬。啊，对花草树木。对山河大地啊，无不敬。哦，这是普贤菩萨的行持了，礼敬诸佛了。好，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中教导大家：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哦，所以处处是道场哦。啊，我们对一切人事物这些敬缘，我们恭敬啊，就是对自己自性的恭敬啊。当然这么去做了，自己自性的德能也会慢慢的恢复了。好，好，啊，下一句呢？啊，这个默磨偏心不端。志不静啊，心先病。这个写毛笔字前呢、啊，这个磨墨的训练，一则是为了准备墨汁，一则是为了让心静下来。哦，所以古人一些做法。哎，他都有他的讲究哦。啊、哦，你看古人，哎，听经以前呢、啊，哎，他有一些仪式哦，哎，让人的心啊收缩下来。啊、哦，当然现在你仪式做那么久也不行，大家时间宝贵了，啊，住在都市里的人，啊，这时间没那么多了。那当然了，仪式啊可以简短，但是不要都没有仪式了。就好像我们要听老汉讲经了，啊，我们能够很恭敬的啊，先跟他老人家顶礼三拜，再来听，对自己的心也是一种调整。不然呢，你没有透过这个仪式啊，哎，心可能还在刚刚的事情里面啊，你那个听经啊，魂不在哦，所以做什么事啊，还是透过仪式先把心能安在这个当下哦，所以古人这个写毛笔字都是自己要磨墨汁啊，哎，有道理的。啊，所以磨墨啊，就是磨心呢。啊，所以磨墨的时候啊，这个墨条啊要拿端正，速度要均匀。啊，所以那个墨条，假如磨到一侧短一侧长啊，这个就是心不够安定，磨的时候可能用力不够均衡呢。哇，你看。连那个墨条，心在哪里呀、啊？啊，心在那个墨条展现出来了。哎，心可能太急了，用力就不均匀了。要像啊，磨墨如病夫啊。这磨墨也有学问啊，就是有气无力啊，缓缓的磨。养成中正和平、沉着稳重的习惯。哦，所以磨墨是修行哦。哎，
啊，到了实际洗血时啊，你看他嬷嬷，他整个心都安定下来了，就能迅速进入啊最佳状况。哦，所以初学毛笔字的人呢，最好能用砚台磨墨。啊，现成的墨汁啊，虽然方便，却少了写前的准备工作。至于其他写字练习啊，包括毛笔字、铅笔字啊、圆珠笔、钢笔字啊，都应笔画工整。不要潦草随便，啊，所谓字如其人，啊，所以写字也是道场啊，也是在练心呢、啊。写的一手工整的好字啊，就会给人呢、啊、恭敬不苟且的好印象。其实我们看我们最近。修学呀、啊，心境的状态呀、啊，看我们最近写的字啊，可能就可以看出一些端详。最近比较着急的话啊，那个字就歪七扭八的了哦，哦，哦，或者，哦，反正就是那个字啊，一看就心很乱了。哦，我自己感觉呀、啊。还是写钢笔字啊，字会比较工整一点。哎，哦，所以也不能忽略啊。我们刚刚说功夫不能间断啊，哦，哎，一写字了，功夫都间断了啊，心了都是很急躁了。哎，好啊，我们汉学院呢很有福报啊，请到我们。张清泉老师，这也是雪宫的学生，来教同学们写毛笔字。啊，他有四句话很有味道啊。他提到"言为心声"，言语就是自己的心流出来的声呢。所以在哪里认识自己？自己讲的话，看看自己的心。你了解别人呢？你听他讲话，你也容易了解他的心。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好，所以言为心声，字如心画。我们写出来的毛笔字啊，写的字呢，就是我们的心呈现出来的状态了。而写毛笔字就了解自心，了解自己的状态，不与他比。所以写毛笔字不要常常看别人，哎呦，看人家写的怎么样啊？哦，不要跟人家攀比哦，是借写毛笔啊，修自己的心，不是写毛笔去攀比啊，哦，那就用错功了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把毛笔练专注了，所以写毛笔就是修行。啊，一笔不苟，一心不乱。啊，所以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些句子，都是让我们的心啊，要清净。要安定，到环境要清洁。哦，那写的每一笔一画都不能苟且，要安定。哦，包含虽有疾，倦速起，有缺坏就补之。任何时候，道也者不可须臾立也，心都不能着急。所以，欧阳修先生曾经请教当时的一位高僧啊，这古人呢、啊，常常听到都是啊，无疾而终，很安定就走了。
现在人好像啊很难办到。这个大师跟他说啊，古人念念在静定，古人的状态啊，他念念都是很安静、安定的。临终安得乱？他平常就是这个功夫了，他临终怎么会乱？今人念念在善乱。临终安得定？哦，所以老和尚说，能不能往生，不要问别人了，要问自己啊。自己佛号是不是能提起来？自己平常是不是心都能够安定，不被境界所干扰，不被境界所转？这都要在平常练功夫哦。哦。所以，我们再把这一句啊，再体会体会啊，这四句话啊，不只是用在写书法是这样啊，我们每一个行为，看言为心生，每一个行为也是心化，不是写毛笔的时候才是心化。你看你动作很粗鲁了，就心有问题了。啊，在哪里了解自己啊？在自己的一举一动，所以了解自心啊，不与他比，在自己的一举一动，你在做每一件事都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做什么事都是道场。啊，一笔不苟，我们现在换成一行不苟。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我们都是很恭敬、很真心，没有随便，没有应付，一行不苟，一心不乱。所以，一个人一心不乱的功夫在哪里练呢？一切时，一切处哦，这样才没有间断哦。好，我们为什么修学很多年都感觉好像没有太大的提升？这个不间断是一个关键的。好，这个谈到写字啊，有一个公案啊，唐朝啊很有名的书法家柳公权先生，他的字呢挺直苍劲，有一股啊正气澎湃的气势。这跟他呢安守本分呢、正直不阿啊，这不谄媚啊的个性有关，所以这个是字如其人啊。啊，有一次呢，唐穆宗皇帝问他呢，如何用笔啊才能达到敬善的境界？啊，柳公权先生回答。用笔的重点呢，在心。心如果正，用笔自然就能正。啊，结果这个穆宗啊，因为他平日生活散漫，啊，他施政啊，这些政策都偏僻偏斜了。啊，听了柳公权一番话。啊，这个穆宗啊，知道呢是在劝谏自己。啊，这个穆宗马上啊，这个端正自己的仪容。啊，这个就是有名的笔谏。刚好谈到写毛笔字啊，劝谏皇上。当然了，有别人可以劝谏，是我。劝谏是我们的福报哦，这个叫闻过心，质量是见相亲，但是也不能都是靠别人来发掘自己的问题。其实啊，人应该随时啊关心为要，发现自己的问题啊，叫开悟了，改正自己过失啊，叫真修行。
这个一日不知非，一日安于自是哦。哦，所以要随时提醒自己，劝谏自己呀，不自欺啊，这样每一天呢，才能有进步了，才能有提升呢。好啊，今天呢，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